彰化县政府为了让民众体验彰化独特的食农嘉年华，自10月14日起至11月18日止，举办2023彰化食农体验嘉年华低碳食农趣活动，流程活动周周精彩，丰富多元，欢迎全国乡亲报名参加，一起来感受彰化农业的美好。彰化呢，在最近呢，在农业上面有非常多获奖哦，那所以说很值得大家来走一走。那我们在去年推出了一个这个嘉年华，那非常引起非常多的一个回响，很快就秒杀、哦。那今年呢，我们是以这个低碳哦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轴。那有总共从10月14号一直到11月18号，每个礼拜都有活动。那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食农嘉年华。2023彰化食农体验嘉年华活动将于11月18日在田尾宜兴园举办食农教育成果展，现场还有奖品丰富的摸彩活动。只要报名参加任意游程活动，即可至成果展现场兑换摸彩券抽奖。王县长邀请全国民众带领孩子走向户外，走进彰化农村，一起体验农游乐趣。详细报名资讯可至彰化县政府农业处脸书查询。公益频道林义俊，彰化采访报道。